今天一早上都没吃饭了，今天早上我们就吃那个买的早餐，然后买了很多早餐，然后吃饱了，今天早上都没吃饭，今天晚上就买了三个饭，吃不完应该。我买了晚上饿的晚上，当那个晚餐吃，饭菜吃完洗了一块，吃不完。看一下爸爸买的啥，这个是豆腐吗？拿馍豆腐，还有一个土豆丝，还有一个爆炒肥肠，三个饭应该吃不完，吃不完的话留晚上吃。你要碗吗？留碗去买着。这是汤，他打包的汤。我让他给了一个汤。 吃饭吧，吃饭啦！这这里不要碗吗？弟弟的，这里有没有碗？你想要这个吃？我不想要碗。好，我先给爸爸弄，留一点给你嘛。要这么少，要多一点。我们要多一点。 太方便了，这个豆腐好好吃。要不要尝一下？来，这个有点辣，弟弟给你吃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呢昨天呢就已经开始来到县城里面了。大家肯定以为我们为什么不煮饭吃，然后还要去外面买呢？这两天我们都是买吃的，因为呢我们苗族这里就是有一个习俗。 就是进房子，住进新房子之前呢，就是不能开火的，要先选一个好日子，然后找个人来开火了之后，我们才能煮饭吃啊这些的。所以呢，我们来的话，现在也通风差不多有三个多月的时间了，所以现在我们来的话，我们也会在这边睡，但是我们不煮饭吃，来的话我们都是去外面买吃的，要找一个好一点的日子，然后开火。 就是，而且要找一个那个，就是亲戚，就是那种老表关系了啊。对。然后找那种来开火，开火之后呢，咱们再可以在新房子里面做饭做菜之类的。现在的话就是不可以做，所以现在我们都是来的话，我们都是去买吃的，然后去那边买这个快餐过来吃，三个菜50块钱，这三个菜50块钱。 还是不算贵，不贵也不便宜啊。对。你那个眼睛怎么红的？应该是昨天晚上被蚊子咬了，被什么虫子咬了？都肿了。嗯。舒服吗？